球啊，反手没什么太大的毛病，你能不能稍微调一下啊？就是说，第一，版型稍微再亮一点，这是第一个；第二个，撞击多一点；第三个，你把我前臂接住球之后，往右斜前方挥出去。你现在给我那种感觉什么？动作没做完，知道吧？你不用发力，不用撞的时候这样，匀速的右斜前方给它挥出去。啊，来。对，往前面有斜前方，挥，大臂再跟一点，对，漂亮，对，大臂往前跟，你是不是感觉这动作有跟多了？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我为什么就是说，有时候。我这人相对来说有时候有点保守，我为什么让你就是多打球那么多一点？我有个考虑，就是说你这个技术，你不单单以后要你能上手，对方拉你的时候，你要能防两手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现在自己主动发力少一点，主动发力少一点，站直一点，来，走，伸手不够，往前伸，对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站直了，把腿伸出去，伸，对，我后边上半球上旋，所以说你主动发力少一点，先赢再拨，你不能在这儿就开始拨，这球啊不能在这儿就拨，这球到这儿再往右一下啊，先赢出去啊，先赢出去，先赢，晚了，早一点晚了，时间有点晚。时间有点晚，这个球啊，跟打正手不一样。在正手你可以最高点，现在你应该是上升后期，甚至再早一点。你现在击球时间有点晚了，击球时间这站直都没那么紧张。来，走，对，往后站，往后站，对，再早一点，再早，你早了跟你往前凑是两个概念啊，你不能往前凑，把手迎出去。行，对，对了，你现在就一个问题，这是他打直板出来的毛病，不敢退。他你看我一快了以后，他就往前凑。你想想，我这个球不转，凑了不行。人家一拉去，你一凑就顶着你下巴颏了。我为什么让你稍微退出一点？就是让你前背伸出去，你才能防。因为我刚才说了，我教球的时候跟教业余体校和专业队是不一样，专业队的技术。他这个不行，但是业余的我就希望他，为什么让他稍微退出一点，往前伸一点，主要为了他以后防出去，一板防不住你打什么打，对不对？业余的你不能练那种太霸道的技术，不好办。哎，别那么紧张，稍微往前一点，前辈赢出去，赢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赢，大胆的前臂出手，对，伸出去。对，别发力。对，再教你一招。我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我有点知道。你现在就这站位，别往前走啊！记住，出手的时候，右胯把手送出去，右胯把手送出去啊！来，送右胯。对，漂亮，引拍回去，用右胯引，右胯引，右胯伸。好的，来了，走，右胯。对，右胯。对，还原。对了，这就用了咱们那个叔叔那句话了。他刚才那动作，由于没用上这块啊，他有去无回，他没法连续。哎，你用上右胯就有连续了，就这意思，得还原啊，走吧。还原。对，漂亮。嗯。走，引拍，往回引，走，哪个舒服？后边得多瓷实的球，所以说你第一个先把这问题解决了，第二个记住啊，反手拨一定要往右拨，不用往前。啊，你往右拨，对不对？你那样的话，等于是你一下，我把你的交换重心和你的赢钱就全给解决了，然后你再说那个。这东西学东西，你不能说一下先学最后那个，哪有大事儿啊？对不对？好吧。好。